更年轻，不再计较个人荣辱的事，十有八九难以启齿，仅剩一份冷暖自知。身边朋友劝我接受现实，不要面对生活丧失斗志，鼓起勇气脚踏实地，该来的来，该去的去。谁能告诉我生活本该什么样子，为什么得到和付出不成比例，太多的故事已经随风而逝，有些人有些事始终挥之不去。谁能告诉我生活本该什么样子，为什么梦想和现实差之千里，不相信命运对我置之不理，跌过脚碰过壁我也不能放弃。受现实，不要面对生活丧失斗志，鼓起勇气脚踏实地，该来的来，该去的去。谁能告诉我生活本该什么样子，为什么得到和付出不成比例，太多的故事已经随风而逝，有些人有些事始终挥之不去。谁能告诉我生活本该什么样子，为什么梦想和现实差之千里，不相信命运对我置之不理，跌过脚碰过壁我也不能放弃。谁能告诉我生活本该什么样子，为什么得到和付出不成比例，太多的故事已经随风而逝，有些人有些事始终挥之不去。谁能告诉我生活本该什么样子，为什么梦想和现实差之千里，不相信命运对我置之不理，跌过脚碰过壁我也不能放弃。